殿下确实宠幸了我，我对殿下有情，殿下也对我有意。王妃您为什么就不愿意成全？白发妖孽气的是殿下的心血，杀的是天下的民望。如今本王也是白发，你们想怎么对他就得先怎么对我。从今往后，她是我唯一的妻子，也是我南境唯一的王妃。哎呀，从今以后只有幸福没有痛苦，我只是想见你一面，说几句话而已。我在你的心里就这么可怕吗？我以为我能放下，即便我们现在有了我们的孩子，我都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1点，未来戏剧台《白发皇妃》。